我最不想被喊卡的一场戏，告别。 留有遗憾的一场戏，保护姐姐的心，是最后杀青的这场，还拍的第一场戏，一段平行世界的时空穿越，一段可爱唯美的爱情。公主，公主莫怕，我原本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痛苦，我跪在地上低着头，一直到她转身，痛苦流泪。 我觉得自己是辜负了对于公主的那份爱。我第一次拍大雪下雪的戏，当时看剧本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幻想，说一定要拿出我的100%的戏。虽然我们看了素材，都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我是心里有遗憾。让我再演一次的话，我肯定会演得更好。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舍。 这个影帝的公主的甜宠剧前面加上一个前缀的话，应该是超时空守护爱情的甜宠剧，所以我们设计了戏中戏这样的一个环节，一个全情景投入的感觉，会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更加多的憧憬和期望值。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有四种或者五种不同的时空的感情，它不一定真的是戏里面的戏中戏而已，它们里面发生的感情也是真实的，从淡淡的到越来越浓。 那当然，挑战还挺大的，非常努力才克服这件事情。对这个剧情，对这个角色，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诠释的方式。每次都很在状态。我觉得他们的表现是超乎我预期的，我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惊喜。拍戏就是遗憾的艺术嘛，现在有遗憾了，那就是说明你进步了。希望自己以后不断的进步，得到大家的认可吧。每一次情绪爆发的戏。 可遇不可求，当时那个moment，我所思考的东西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。无论是5年之后、10年之后，都是宝贵的财富。它让我有美好的回忆，我也希望这样的情绪能感染观众。